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说破了嘴，爱不是没达到效果，人生本来就该自己走，让我去过我自己决定的生活，该说的都已说过，再说就变成啰嗦，不要再问我想做什么，顺其自然让我自己摸索，还管他什么对与错，就让一个孩子拥有心灵的空间，让他飞空间，所以我不觉得他离开。就让